情歸難應嘅第一個死者，兇手想製造成意外，係連環兇手啊！有人喺孤兒院後山度揾到文仔個骸骨，警方懷疑係曹啟超做。佢電腦入邊儲存咗幾多兇案死者嘅資料，當中包括情歸難。曹啟超有強迫症，佢一直殺唔到情歸難，佢走之前一定要完成呢件事。